是的，在今天的开球仪式上，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他。他在饶舌圈被称作是学院派的饶舌鬼才，他非常擅长用饶舌音乐来说故事。在2015年首张专辑亮相，马上就夺得金鹰奖的3项大奖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饶舌鬼才熊仔。我们的熊仔近期更是以歌曲88 Box 拿下第33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，每首歌曲可以说都是深受时下年轻人的疯狂热爱。欢迎熊仔，欢迎你来到我们新庄棒球场悍将的主场。谢谢大家好。是的，现在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再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虽然说这是你第二次收到开球邀约，是对，那这一次来到也是第一次踏进我们新庄棒球场。没错。那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有没有觉得视野不同？有啊，我觉得看到大家很开心，而且其实我刚刚赶快临时抱佛脚练一下。对，那刚刚练习完的感觉如果跟我们待会要帮你接球的志源，刚刚有没有特别教了你一下什么？有，他说用腰的力量，然后去带，就会有好。我在家里，我只能拿那个按摩球，好模拟一下。哎，这样是保龄球啊？那我上头说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分享一下，会有比较，我们来关心你自己，因为平常大家都知道你非常擅长的是音乐创作，那我没想到多认识你，有没有？除了音乐创作，私底下还有什么兴趣？其实我就是一个宅男，怎么说？然后我就是在家里做模型啊，然后电动，就是或者就是创作，都关在家，没错，有很多灵感。尽量没问题。再来，那我们就来再关心你一下，近期有没有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喜欢你的音乐作品，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或是公开行程？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为了你的演唱会而来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昨天刚推出了一首新的单曲，然后是和周汤豪、Julia 吴卓源，然后 Karen CC 我们四个合作，然后跟国外的格莱美金曲制作人 Ken Boy。合作的这个新的歌 Regionals 台北的一首新的单曲已经上架了，昨天刚刚上，热的大家，你知道在那边讲话他会一直有那个延迟，然后讲话就很慢，我们跟着变慢了，没问题，不要紧张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重头戏，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 Angels 来递上手套，马上我要来邀请今天来帮我们熊仔接球的开球鼓手，欢迎赖智源。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富邦证券，可以说是阿吉的亲戚唐哥来了，理财悍将来担任我们的打者。好，看到我们熊仔准备踏上打击区的投手捕球，来来来，理财悍将踏进打击区，熊仔在倒数3秒之后就要来开球了，现场要一起倒数3、2、1，请开球。好，前方